一二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百二十五页。丁四，杜瑞疑问，就是看到佛现这个水相，啊，弥勒菩萨呢，都有这个疑问，所以接着是长行啊，然后再怀疑的念头啊，那么质疑就是视线有啊。佛陀示现有所怀疑，逆袭弥勒菩萨作思念，今者世尊现这个身变相。那么咱顶礼拜有讲佛有十八神变，讲一何因缘理由出水，哦，什么因缘那有这款水相呢？今佛世尊入意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伊问谁，谁能答者？哦，要问什么人？什么人有这个能力会当回答？佛祖初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主，法王之主。以前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同问，讲弥勒菩萨过去已经亲近供养无量诸佛，以文殊无别啦，而且是这个世界，咱娑婆世界后补佛。然后报的是释迦世尊入涅槃，那么下一位的佛，现在在兜率天在等待，对这个随相呢，的因缘可以说一目了然，哎，本无有疑，特别为发起宣说妙法，利益众生，而是现心有疑问。因为问问求答，因问所以求这个回答。啊，显露就是将要说这个妙法之一线的消息是呀。一百二十六页，世尊啊，这咱定定伫个八本经典拢有。听过啊，那么梵语呢，叫做波切梵，其中有六种的意义，其中一叫做尊贵啊，这求法界所尊贵，故称世尊。哎，又好了，其中有如来等十好的圣德。威势所尊，故名世尊。现这个身变相，妙用无方，叫做神。神通自在，叫做变。佛有十八种身变啊，咱顶礼拜啊不厌其烦有讲过，咱即马简单甲读一下啊。佛若出现的震动啊，那么佛的身躯气焰的光明。佛的光明流布遍十方。第四，佛随时会当示现。第五，佛随时会当转变一切物质现象。第六，往来无碍。第七，啊，大心会当化小心，叫做卷。第八，疏小心会当化大身躯，叫做疏伸展开来。
得到众相入身啊，就是讲，伊要现什么相，拢会当去度一切众生啊。的第十同类，你是哪一类的？哎、啊，哪一类的都可以去啊。这众相入身，就是讲依何身得度而现何身而为说法啊。那么这个十这个同类往去啊，那么范围就比较大一点。哎、啊，表示讲啊，那多几类的众生，伊拢会当度。第十现啊，随时可以显现；第十二随时可以引；第十三所作自在，所作自在。十四啊，佛的神通无量，会当借机离性菩萨的神通，可以施展袂出来啊。那么外道佫较唔免讲啊。第十五灵犀辩才啊，布施这个辩才啊。第六十六会当啊帮助你的记忆力灵犀忆念。第十七也布施予咱众生安乐。第十八宏大光明。那么第当就属于进动变宏光，就属于第三甲第十八弥勒作思念，就是先念讲。哦，佛现这个随相过来问，要问什么人呢？哦，后边来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法王就是佛啦。以一切法得自在，故称法王啊，故称法王。佛既然入于三昧，心性不动，一切声闻天人顶众，无灵灵佛由定离去啊。随雷鸣地动地震，佛也不动，所以弥勒安尼念，即马有如此，稀有现随啊！这个随相，未当向佛亲问，那么要问什么人呢？哦，佛伫遐咧立定，大地震动啊，现这个随相，那么问什么人？有这个智慧会当回答，今仔日佛现的这个随相呢？哎，由谁领答？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灵异的境界，随灵的低级因缘呢，继续念这个文殊菩萨是法王真主，在一切菩萨当中，哦，是最多亲近供养诸佛的人。对佛所讲的话，甲发挥因缘，伊知影上济，伊常常咧听这个文法嘛，哈。所以只有问伊，才知影这个稀有随相的因缘。由是心问啊，身那是所谓的求啊，请求来问，身问啊。第二呢，众疑是心生疑啊，啊，实实在在的啊，那么对这个心中啊产生疑惑，逆袭 BQ BQ 尼又菩萨又菩提。及诸天龙鬼神等含足出念，是佛光明神通之上，金动门随呢？啊，在大众当中啊，无列出这个菩萨啊，甲这个议会该是发心大师啊，这参文殊者啊，所以啊，无什么怀疑啊，参文殊菩萨的菩萨的地位同款啊，所以无怀疑。那么因为其他的大众啊，因为无得到这个宽释利地啊，伊无了解这个大圣人就是佛所啊，因现的这个随相，实在为这个心中啊产生疑问，念的心缘前景啊，就是光明神通之相，静坐处的处相，这个是念。法门，你是弥勒菩萨。欲自觉疑啊，自己想要解决这个疑问，有关这个事情，比丘比丘尼又菩萨又不疑呢？及诸天龙鬼神等众慧之心，就问文殊师利菩萨安尼问咯，讲以何因缘有这款随相呢？哎，神通之相，宏大光明，教义当风啊，这就是咧笑对尊发现讲漏掉。啊，漏掉了，即摆要阁拜三，你拜袂落去，所以才拍死你诶！啊，就是造于东方万八千土，实现彼佛国界庄严啊！哦，
佛的神通啊，即个东方啊，八千土，八千的佛国土，哇，一万八千的佛国土啊，啊，照了安怎，拢看个清清楚楚啊，佛的国家的庄严。所以就在大众见到这个随相产生疑问的时阵，弥勒啊，为着要解决断家己以及在会大众心中的疑问，你就向文殊师利菩萨安尼求问咯。啊，什么因什么缘，佛陀为什么现这个随相这个神通之相呢？哦，好，咱会当看到这个他方为当变起一万八千的佛陀，现的清净种种的庄严啊，这个。现况呢，就关心的角度来讲，弥勒名叫做主喜，也是主心，要为了众生，所以应该爱问的对啊，应该要问。那么文殊叫做妙德啦，心有妙德，所以啊需要问啊需要答，所以啊在这个所在啊处这个答文殊啊啊一个是答问序，就是讲。回答，那么他们所要问的发起系是吧？那么紧接着就是句诵，用这句诵较好背嘛，较好记啊。来过来，基所见一起问，总基三种的随相来问，一二八。啊，一是弥勒菩萨欲重宣出义，那么这个整部的《法华经》啊。这一半长行文，这一半是句诵啊，这个法华经啊，句诵也特别多啊，句诵特别多啊，文理啊，盖简单啊，事项上很简单，文理这不困难啊，困难就是他的义理啊，也义理啊，啊，他的义理啊，啊，比较深呢、啊，比较深啊。要是事项像看故事一样，这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啊，这个理事要圆融，属相当中要先这个立体，这就较困难。即空即假即中，那么事项简单讲就是具足，具足当体具足一切空假中的思想就是事项。啊，文殊师利啊，用以是弥勒菩萨欲重宣出义。就是再一次的宣这个道理，哦，给大家啊，较好背，啊嘛，较容易了解，啊，听起来靠这个韵味，一句问曰，一句问完，讲文殊师利，得书何故？啊，得书关键来加一字，佛导师何故？意思就整个显示出来，啊，说文殊师利。啊，我即马请问呢，讲佛这个道，这位道师，释迦佛道师，何故？伊为什么今仔日啊现这个水相？安怎呢？这个梅干别合啊，啊两眉的中间呢、啊，啊别合，大公婆脚，大公婆脚，乌曼陀罗，乌这个曼陀罗。那么文殊沙花，文殊沙花如旃檀香啊，旃檀香风啊，这把笔拿起来啊，旃檀的上面写一个如旃檀香，然后底下风的上面加一个之，如旃檀香之风啊，因为细的想个简单。语义不明啊，啊，所以啊，咱该加一个更加清楚。哦，这个弥干别合的宏大光明波脚啊，玉就是落下来什么呢？两种啊，花怎么样？玉落下来，曼陀罗花、曼殊沙花啊，两种花。这个花按照不但花有香味啊，如旃檀香之风。吹来要风的香味，悦可众心呢，悦可众心。于是因缘地界严净啊，离出世界六种震动，是四波中涵盖欢喜啊，心意快然啊，快然的舒畅啊，得离精油啊，太好了。
聚送放一个是企业啊，企业中国话叫做应送啊，应送每四句一句也就是一箱箱就啊孤起送，这个孤起箱呢就是单独离去啊，单独离去就是不以前面扯上任何的道理相同，前面长韩文讲的他讲一个角度，后面呢我这个句诵所想的呢参头前没关系，孤起就是单独而起，以前面长韩文没有任何的、关系。那重诵的意义就不一样，重诵就是说长韩文讲一拜，但是呢意思重新再讲一遍啊，这虽然是句诵，只是为了好背啊，跟前面是有连锁性的关系，等于重新再讲一遍的意思，意义一样。本经所有的这个句诵多数啊拢是重诵，哎，拢是重诵，就是啊，搁一摆来描写头前迄个文的意思啊，重诵就是搁再一摆。所以啊，我们《法华经》啊，也算讲半部而已。因为什么？你讲长文，后面的句诵跟长文的意思都是一样，只是念一念啊，句诵啊呢。那么重诵跟长行文呢，例句啊，有比广此列呀、比广此列，比就长行文，哎，长行文有时候就写的比较长，此句诵就是比稍微少一点。那么或者是词广比列，或者是讲古诵较济，但是长行文就较短，就是词广比列呀、那么义理当然嘛是有比轻粗浅啊，粗浅啊，比浅呐。那长行文有前后副义，差别真大啊。或者是比现粗印呐，比印粗现，就是讲义理啊，有的现有的印呐。亦比有粗无啊，比无的粗有，无非啊互相啊啊彰显这个经典的意思，苏灵。义解啊，并为修道的人，比为较慢教的人啊，灵的专门啊。故上是佛讲十二分教的一种啊，十二分教有十二分类啊。佛经分成十二个分类，但是里面的一种有一种叫做句诵啊，啊，专门是句诵的，是属于经文的体裁。啊，它的题材有长行文啊，有句诵，有重诵等等啊。长行文这个题材不一样啊。那么龙树菩萨毗婆沙论啊，共有十种的得力的，随一切国土各国印度啊，有散花跟灌花之说。散花就是讲啊，我对圣灵恭敬，对佛恭敬啊，也行过所在散花。散花啊，哦，好，忽然未回定啊，行过，或者是对圣人的一种恭敬迎请，也散花。啊，灌花呢，就是啊，这花给它贯穿起来，贯穿起来啊，啊，给它挂在颔棍，挂在颔棍。啊，咱来去到啊，这个国外，有些地方都有这个风俗，你到火炉炉岛啊下去。啊，伊就甲你挂一个花，或者是你讲，你来讲去泰国啊，去坐这个船要去水上人家，哦，伊就甲你挂一个花，啊，你就甲伊沙弥树啊，十破啊，十破，十破啦，十破，十破就是代表差不多十二三破，那边啊，这词以长行与句诵啊，灌花之说，这个跟长行跟句诵啊。第二，随要欲故啊，要欲就是个人的喜好啊，个人的喜欢喜好。为人爱这个散文体，为人爱这诗歌体啊，诗歌，哎，诗歌，哎呀，这为人喜欢朗诵，朗诵啊。我今摆讲啊，较早讲伊。封山佛教连胜了打佛七了后，啊，拢有
拢有这个同乐晚会嘛，佛七七刚拢未使讲啊，大家都不认识啊，老和尚的主笔啊，啊，你们表演节目，让我们这个出家法师啊，来大家娱乐娱乐啊，这个师徒啊，感情打成一片，安尼，啊，那最后拢会叫我做司仪啊，啊，不如叫我。讲无尽灯哦，佛七天要的无尽灯啊，灯灯要相续啊。啊，我吼，我讲叫我讲哩嘛，啊，叫我讲，讲声音袂歹啊。啊，啊，读起声吼，人就甲我教一个小姐，大学就甲我教，讲老师，你都安尼读，在那遥远的虚空，读字啦，都爱读字啦。啊，我读了。哦，边啊，迄个文化大学讲，哎呦，读到安尼毛骨悚然啊！叫是忽然降临，唔过安尼阴森森，哇，拜托你莫读这個，你也是安尼照安尼讲话较好听啊，差劲子呀！哎呀，我这样子朗诵诗歌，有的就是他就是喜欢这样子啊，我读起袂听进，有人喜欢诗歌啊。第三呢，随身。解不同，生就是众生，解就是了解啊。因为众生啊，也了解多不同，不同，或者是听这个长行文，还是听这个句诵啊，得解啊，得解。第四呀、啊，随这个根基立顿啊，随这个根基来，也是根基较差来的一文一悟，一文一悟，哎。蹲着中算红魔啊，讲几落摆，一切会了解。一文正悟，比如讲啊，根基来的人，伊甲讲啊，这世间无常，你一旦不要计较什么，啊，你放下。高的人伊了解这无常性是变的东西，变的物件哈啊，比如讲啊，这摆华航的空难呢是263个。哦，啊，这个旅行团，人本正伊是定伫后壁迄工后壁，哦，啊，前一工人拍电话互伊，就讲啊，会使提早出发，会使提早出发，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安尼，啊，就去哦，哎，啊，就去，哦，啊，你若讲有个人啊，真执着，啊，有个人嘛真执着，哦，哎，你若是讲啊，定的机会，好了。啊！人迄团要去，你卖坐好，我不爱，我一定要坐这帮。安尼，有时候让一让，反而不会死啊。哦，有时啊让一让，反而不会死啊。未死啊！啊，这款的拢是一个定数啦，会使讲是一个无迄、那个哪个呀？迄、那个机场会使讲真正的出大事的。今仔日呢，新闻已经报道出来，完全就是人为的因素。飞机是新的，飞机都是新的，哦，是怎样？人为因素是怎样呢？塔台跟那个正副驾驶啊，当然这是因为新闻报道了，是这样在讲就对了，他就说，他要停下来，机轮都放下来，都放好，几公尺都准备的，都好势了，就慢慢下降，塔台跟他说，你速度太快。啊！内面有一个机长是八千小时，啊，一个是高雄工专毕业的迄个副驾驶是八千多点钟尔，他不是空军航空官校毕业，伊是去美国受训2年半才来塞飞机的。啊，可能这个主驾驶办好副驾驶，啊，照讲这是袂使做副驾驶的啦，点数无够啊！啊，即嘛飞机安尼飞速度，因为速度很快。啊，塔台个讲啊，这样没有办法，速度太紧，哦，啊，速度太紧，为什么？啊，速度太紧，因为迄紧张，伊紧张，这个飞机吼，它要拉高，要慢慢的拉高，慢慢啊，伊要下降时，爱慢慢啊摇嘞，吼，20度以内拢没有问题，20度，比如讲啊，我即马要歇落来点，啊，我拉高20度，安尼这样没有问题，安尼会飞啊，伊唔是，伊向向紧张，一个摇个摇45度，啊，摇45度，紧张就装摇45度起来。啊！一扭起来是记忆啊，这尾巴飞机的这个尾巴，就来撞到地面了。啊，撞到地面扑起来的时候呢，两边的引擎当中爆炸啊，爆炸啊，爆炸了，几架飞机落来，因为冲力太大，连滚带翻都爆炸3次。
爆炸三次啊，爆炸三遍啊，哎，有的弹开百几公尺的，百几公尺的。咱若会当了解这款物件哦，就是说这个世间是无常。好啊，迄两个啊，两个迄、那个。那两个无死的，那两个无死的，命大无死的，电视安尼，逐工咧播，出名，全台性拢卖伊啊，无死，两个拢幸福咧。可能发紧张，搞得阿弥陀佛，砰，啊，总飞出去，飞机伊是安尼描写吼，描写讲迄个无死的人的心情是什么？伊讲。突然间我们发现、哦、整个机舱里面、哦、日气腾腾的，意思是气爆、啊、油的漏出来、哦、气爆、啊啊、火、啊、气爆、啊、现在来整个机舱、啊、膨胀、哦啊、大开的时候浴下面扑起来，砰扑起来、哎、一座位、哦、他就在一个中白抓起来，砰把飞出去，飞几百公尺，飞出去了、哦、啊，他说本来是拢不能呼吸呀、啊，因为火太大，不能呼吸，断出去了，呼吸到新鲜空气，怎啊断了昏呢？正脚断，倒脚断，头骨破裂。一个爱医一个月，一个爱医三个月，开刀一个月，得慢慢啊一项，都无一块条的啦，一项爱接爱开刀一个月，啊一个爱开刀三个月，我讲遐比死较艰苦。必须要艰苦，这个共业没有办法，是吧？啊，那来当体育的讲，这一拜，那你要讲世间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你冷静想想看，冷静想想，砰一下子，啊，拢总271的七个瓦，六个要是七个，六个还是七个活命，里面有40对的双亲，里面有老爸也死，拢总40对。40对，所以我跟你讲，后摆恁呢，若要出国吼，翁阿婆唔通做伙做。真的，那边也阁留一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英国的皇室就是安尼，英国的皇室就是这样。他们英国的皇室的大兄坐，小弟都袂使坐，小弟若坐，大兄都袂使坐。英国皇室啊，哦，万一那些叫边也阁剩一个当继承，他就是这样子，限制的非常严格。你无可能在英国。看了因呢，两个王子吼、哦、同时坐飞机，袂当，袂使互你安尼一个。啊，像安尼一摆就拢去啊，伊就登证啊，拢 OK 啊，啊，拢 OK 啊，哎，对不？然后呢，然后像阮安尼四个兄弟啊，总个老爸是皇帝吼，啊咧，小弟嫉妒心真重哦，啊头前三个大兄，啊拄伊皇帝做袂到，啊一摆去拄华航，三个砰，冒死啊，皇帝。剩你一个而已，哎，当然世间法啦吼，讲讲笑话，也简单讲就讲，我们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哈，还是讲这些法师们，我们要真的很冷静的，很冷静的关照这个无常。那你看到你这样斗争，你会干嘛做不了？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坏话，讲那个坏话，你会干嘛做不了？哦，你会干嘛讲？我们今天计较那10块钱、100块钱、1000块钱，很无聊。这样很无聊吗？对不对？你不干嘛讲，真正做不了哎？为什么我们不要在生死里面呢？下一个功夫啊，所以立根这里一闻就悟啊，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放下啊，叔啊，啊我先这样，好，我的先这样，我的先死啊，我进去啊。哎啊，有时候让人家也反而得到更大的福报，更大的福报。这立者一闻即悟啊，顿根的人重说方悟，一次又一次的，这是五无啊，规工还搁底下啊，这个好，这个歹啊，这个该计较，这个有诶无啊，其实这个不必要。想想看，如果说你华航，你这次你也有去做的话，你往那有去坐啊，你就什么都解决啦，你所有的计较今天就马上结束啊，所以当体即空，要完成佛道就在刹那之间，是无所得、无所求、无所惧。安尼都好。第五，不要是佛因众开始，当如说修行故。第六，众劫有前有后故。啊，有的啦，在前面集合，有的在后面呢、啊。第七，啊，你来这个聚诵有什么好处呢？啊，就是持少易风。
啊，书较少，道理较丰富，能易受持故。第八，是这个经义无尽故。啊，第九，明佛说法有善方便故。佛说法有善方便故。第十，使后人以经典生自心信奥故。道说就是佛啦。也亲像本经化成牛品所讲的示现化成啊，道立宝所者呀，啊，赞叹香风啊，赞叹这是香木啦。既然有这个四花啊，四种花，花就有香味啊，啊，所以有香风，亲像赞叹，令人促志，心心喜悦，心心喜悦。心心向，哎，所以讲着挖苦众生，众生要有好的境界来配合，啊，好的境界来配合。天花遍地，必然啊，地界严净啊。天花规土脚拢是地，拢种严净，见正欢喜，心意快然啊。有地者就是心地，公者就是正地啊。花为先行，以八正道一正地先行，庄严自性清净的心地啊，这句话真重要啊！这个就说你一定要用正智的善行，怎么样？你今生今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几个字：庄严自性清净的心地，这是一切根本呢、啊，视为地界严净啊。啊，我们心清净吗？有贪嗔痴吗？有疑惑吗？有嫉妒吗？有嗔恨吗？搁再讲，根花就是福，个灰光的表示慧吗？花的表示福呢？啊，的因行啊，一处庄严清净发心的胳膊啊。所以心经就佛陀经啊，放下当下就是莫寻找，莫转弯，莫疑惑，哎，如如不动，不取相，就这么实啊。即得啊，为即得严该严净，是数波种啊，就是前数 BQ 丁数种啊，在冬季丁数类代种，这一节。是中纪头前啊，见出土三种水相啊，有花地当放光，伊问这个文书，其中啊有有何因缘？下面是别记光水，安尼来问，问这个六处流转啊，每间光明照一当放万八千土，该如金色将阿鼻光。上至幽顶，世界最高啊！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处啊，善恶业缘啊，受报好歹，依处设见。那么这哦，确实，哎，这人咧问我师父啊，你看这个有啥物原因？我讲无啊，这叫做强业所感啊。迄一摆远航的空难哦。透早起的时候，那天要发生事情哦，早上嘛，是大概十点多嘛。那一天呢，早上广清楼上的规个在拢无咧讲话啊，好像有心事，楼上都无咧讲话啊。哎，大概我们世间人讲的大概有预感吧，或者是有神通嘛。哎，神通或者是预感嘛。这个业缘啊高吼，确实就是招不给，就是无法度。哎。不作看呢，有一对夫妻星期六结婚，礼拜六结婚，星期二都 OK 四天而已。哎，一个要读博士小姐啊，读博士啊，要去美国参名人哦，要踮咧遐会合读博士，第一拜去日本佚佗 OK 就解决啦。
OK， 对话对对话机的讲啊，拉高拉高，不能拉这么高，不能拉这么高。一个啊，就这样没有办法控制啊，就开始震动，开始震动。另外一个讲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的，啪的，就 OK 啊。啊，刹那之间的决定这个，所以这个善恶业缘呐，没有办法。人总是会变的。俗话来讲，有时间吼。我趁我即马阁会行，带咧出国行行咧吼，好好啊！即马我咧，飞机失事啊，讲诶，吼，伊都惊死啊！吼，讲，卖去啊，好啦，固定啦，走去固定，会惊啊，会惊，病到到底连尸体都无。以此细见，即摆释迦牟尼佛在，他也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有佛陀在的话，对不对？哦，一马扎这个共业所感，他也没有办法，因为释迦族，释迦牟尼佛要救这个释迦族，他也没有办法。如果这是共业所感，你也没有办法。佛所弘的佛光，这就是白色；所教的国度，就改如黄金色。这是表意根本地照见中体经呀，130页。中央是属土啊，基色过黄啊，右白光表示一性为本啊，所照如金啊，亲像金啊呢，表示一性可重，这个念可重啊，也很重视啊。表示这个实相之法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法。实相法简单讲就是当下全部具足，空假中全部具足。恭献诸佛呢，净土吉祥，灵修一心，一心万行，即因，所以果如金色，就以东方万八千土。也就是上公教他方，处标一经法界，无有彼处呀。阿比到顶天啊，就含六处，含六处。六道众生是灵处，生死是所处啊，所趋向善恶业缘是处因呐。修报好歹啊，就是乐，或者是乐，还是苦，你唔免怨叹，这是你顶世的人所修的啊，这是你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要在因地里面呢、啊，好好的下功夫啊，要重视这个因，那么在这个果报啊，就不必计较了。这果报啊，无你要怎样？你讲我生做歹，歹就无法度啊，无你要怎？如是诸世界中，六处众生的灵受因果啊。以诸法华回向，解释看见生恶问这个三宝化世啊，人一啊，总问三宝化世，又见得诸佛圣主师主啊，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啊，其声清净啊，出柔软音。告诸菩萨无数亿万梵音深妙令人傲慢，故于世界广说正法。种种的因缘，用这个无量的譬如啊，佛也要让你开悟，一定要讲真多譬如。师父讲经说法，嘛是用这款办法，用无量的世间现实的理来给诸位解释，也较清楚。教明佛法，开悟的众生，若人之苦啊，厌恼病死，为说涅槃，一边教人哩，为说涅槃之法之法，人之苦者，若人有福，尽供养好。如果老人福报，因为自己不供养好咯，自求幸福啦，为说万觉之法。那若有佛祖修种种的行，叫无上慧。无上慧就是佛慧啊，佛慧叫做无上慧。为说正道之法，
文殊师利，我住一处啊，见闻觉殊，及千亿数，如是众德啊，金刚力说啦。圣主师主呢，就阿罗汉、辟支佛、别地、别教初地啊，藏通别言呐、啊，啊，这个破无明圆教的初住位，在这里稍微要背一下，别教的初地位跟圆教的初住位是平等，都是破无明见法身。一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啊，经典里面呢、啊。别的个晚珠啊，都有重复的使用，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别教的初地菩萨破无明见法身，他的地位等同原教的初住位破无明见法身，所以叫做别的晚珠一雄菩萨，名为圣莲。啊，佛佛最尊，故名圣主，说这个大乘法。决定无为主宰，故名师主啊。佛说法令断众生一切烦恼邪见，所以有烦入性，所以啊，以世主为譬喻，六道为所化，诸佛为莲化主啊，教门为化法，这三项呢？有连贯性，所以所怀的都是病人，祝福是容易，教门是妙药，精进是好事啊，事事相信，这四项代志那是固执啊，按照三宝化世的真义啊，这就是三宝化世，病人容易，妙药好事啊啊，微妙第一，不依。说花言顿教大乘为微妙第一，离空中所见到诸佛，同款啊是用方便有实是这个款，有一性来说这个三性，教个根基成熟的时阵，搁再开款显身啊，开经显愿，回三皈依啊，讲这个法华经。讲这个法华经要从啥呢？令众生懂得我的佛的地见。你若无佛的地见，你要安怎成佛？是不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你没有佛的自见，你怎么成佛呢？乃名微妙第一。请求本经后边讲，止止不须说啊，停止停止，你不要再说了。我法妙难思啊。啊，这是佛陀回答舍利佛的话，哎，舍利佛请世尊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还、哎、不说啊，我说诸经法华最第一了，微妙第一，即开我众生，这是弥勒及大众闻佛的数不该辩才说法。义最深，名最微妙，最上圣名第一啦。出门啊，义无改变，这事无外变里面的持，这义无外变，义无外变，有义无外变，法无外变，持无外变，还有乐说无外嘛，所以就持文义无外变。告款中德啊，教导这个中道的思想啊，师父经以前有讲过，这中道就是无相无道，无道叫做中道。无道可修，无没有空也没有有，也没有中道，就是真的中道。一个中道呢，就没有所谓的中道，哎，不落两边就是中道，无两边果然叫做清净。先顺是相，又顺人心，那那人的心，那人的心啊，叫做柔嫩，柔嫩啊，出门呢、啊，啊，就是叫做法无改变。上合诸佛同情进入的立体，一下是合九法界众生的根基，是名梵音清妙灵林六门，出门事无改变啊，事无改变。种种的因缘者，一是诸法因缘，一
是诸说法的因缘差别无同啊。故名种种啊，众生难以了解佛法啦、啊。所以以无量譬如啊，离譬况，这个况就是比喻啊，啊，用无量的譬如而比喻之啊，譬况之就是比喻之。法说这个说无算法说啊，法说就是直接说法了，欲说就是经过比喻来显示法的存在啊，叫做法算无算。该不会必令佛所得的正法啦，以所说的教法令如公教物啦，明显可见可解。以这方便使有缘的众生懂得开示五力佛的地见，懂得成佛啦。所以讲，或者教明佛法，开悟的众生，那么这是文佛叫做乐说无碍。这个要念乐，乐说就是不疲倦的意思，说法不疲倦，很喜欢说法给众生听，解脱众生的困扰。有梵音清妙，好人安尼听到啊，乐闻，哎，好乐乐闻啊，真爱听佛的音声，真爱听佛的说的法。以佛其实有八种的梵音说法啊，闻者啊喜悦，听到人真欢喜，听到佛祖的声音声，哦，就比不是世间人会当毕业的对。一旦毕业的掉，第极好音，啊，极好音，极好音嘛。那么，咱这世间除了歌星以外啊，啊，有很好的嗓子啊，哈，一般人大部分的嗓子都不行啊。极好音，那个音声声音一听出来啊，会迷人哦，刚才叫 keep 起 keep 掉呀呢。第二叫做柔嫩音。柔软音的提供，你在他的言语当中，你会发现他的温和感，啊，甘丹贡的提供，理性跟感性的平衡点非常有道理，又觉得他很有感情，所有的感情里面都散发在音声里面，那么的柔和跟慈悲，所有的音声当中都具足一切的理性。哎，柔软音，甘丹贡啊，很懂得安慰众生。第三就是合适音，哎，合适恰恰好处，你听了以后啊，刚刚好，不高不低，哎，不急不慢不快，哎，将将好，合适音。第四就是尊慧音，可尊可贵又含有智慧的音声。第五就是不女音，哎，他讲起话来不会像女人的声音一样。第六就是不误音，哎，不会错误，哎，他讲出来的都是透过大智慧本性的哎声音啊，他不会讲错话的。第七就是深远音，再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第八就不结音，也是声音不会沙哑。哎，不接应公告的朋友，我的公告的朋友，若人照苦，自受尽打。哎，公告的朋友不是啊，磨伤哎，啊磨伤哎，啊公告的朋友都会吃枇杷膏，枇杷膏啊，吃这碰大海，啊吃这碰大海，这碰大海偌厉害，你敢知偌顶？你敢知啊？我一摆去中原大学哦，刚经的时候上课，去中原大学，我阁记得很清楚，那是中原大学哦，我风景好。啊！伊就啥泡一杯碰大海，我啉，我就无声，泡一碰大海，哇！迄啉到我咧一睏啊，咧放都放无停，有够冷的冷咧碰大海，啉到咧站袂住咧。啊，讲课的时候，哦，真艰苦，啊，真艰苦，我食了到真冷，真冷啊！安尼到一点钟的时候，都爱去放尿，都爱去放尿。哦，所以就来看人家的体质。就我们的这个沙哑，哎，会这样子。佛陀的声带到底是什么就不晓得了，啊，以不结音，那个音声是不会停止的，
啊，他滔滔不绝，雄辩滔滔，对吧？啊，若人招苦自说自为说净道，六言恼人遮不得痛苦，啊，改讲清净之道，出门三性法，当方诸佛啦，为修根性，众生啊不堪受待。啊，修根性的众生啊不堪受待。哎、啊，你个讲大乘法，伊就给你护念。所以一一说三，讲七啊，讲三，这个显示世尊在说这个法华，法华之境嘛是安尼啊。所以佛佛得当啊，六道的众生受种种的苦，受什么苦呢？三苦八苦，其中啊。以这个怒病死为普遍的大苦，普遍的大苦，哎，所以修仙呢需要严厉，啊，你无法度咧，众生有生的有苦呢，啊，你个看见咧，你那咧出状出来，迄个机场安尼出来，哦，一个，啊，一个安尼尸体，敢那运二十几区啊，剩咧拢火化，六七十个拢火化，尸体运的都拢不完全啊出来。他拢哭到昏去，一个查甫的吼，安尼我今日看咧，我安尼真艰苦。查甫真勇敢，安尼伊唔知虾米亲人安尼穿一个乌衫嘛吼，这查甫少年人，你哭啊，安尼就是讲很伤心啊，怎啊昏倒，关急救你敢知影？哦，啊一个因老母吼，安尼哭啊，安尼有够大声，迄个新闻咧报道嘛是啊，哭到足大声安尼，可能因查某囝也是安尼，因后生吼。好像啊，即马为民国回来时，啊，就一支香插咧，那哦，带阮上车哦，哈，就上车哦。啊，即马要过海关啊啦，要过海关，你着带哦，对，哇，即马那个咧，要入境啊，要坐飞机啊，要坐飞机啊，哦，啊，囝诶，你着带我来哦，着随我来啊，着带着安尼。哦，听到你是足好苦诶，你实在是，哦，虽然这个是有。招情有效无效？安尼啊，搁一个问题啦哦。啊，一个，咱毋知是出家啊，在家看无哩，啊，就穿一件黄色个衫哩。啊，毋知是毋是真正出家啦，啊，看无，迄看了，那个毋是哩，啊，就举一支袂记啊兵个，啊，就得行呢。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去要念招情咒，那么波波得哩，这里多哩，但大也多耶，点香，然后念招情咒。就是要这样念，要如法的念。但世间人呢，他不懂啊，道士他也不晓得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子啊。你来看到机场，你出来，你靠几片啊，你都多一个，你个心肝外用，迄外硬心就站袂掉啊。像政府的官员，伫迄个时候在看，大家拢哭啊，哎，致辞你地主嘛咧哭啊，哎，华航向罹难者请罪，啊，哇塞，这个足大滴啊。华航向罹难者请罪，这都对不起，一百条性命，安尼一手就 OK 啊。嗯，你看伊咧哭，伊嘛念，你看伊报告新闻，真正。所以说，这个世间的这个生老病死啊，是这个死亡啊，是你若无提前做准备好啊，讲实在，临命终是卡错手错啊。说实在的。那不像是高僧大德，像印光大师，我几月几号要走了，卡盘给，穿起来可以，等你，就这么简单。立行老法师啊，一杯金杯的先恭候啊，哎，叩钟，这个叫叩钟，祝念叩钟，啊，你从宣布一共胡宪杰呢，啊，呢开始四分钟的断气呀，讲要等你四分钟的断气呀，就这么了不起，就这么了不起呀。我们行吗？所以不要一直用个性，不要我知我见，也不需要狂妄，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只要我们这个瞎，我常告诉诸位说，要享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知足的一个了不起的圣者。我现在我觉得我得到这样子，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没有什么好追求的，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你就是一个知足的圣者，你随时都随时随地，你都很快乐，都很快乐。你今生今世所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超出轮回嘛，对不？对不对？
啊，借这个静来练心，所以我们要愿力，以求超出轮回的了脱生死。那么要按照巧料呢，必须要截断这个生死之因嘛。以什么为因呢？得见思烦恼心嘛。如何断因呢？啊，我们必须要修道，道能断因，以何为道呢？公说这三性佛法皆是啊。啊，简单讲，就八正道是，既然无生，不然既然无生死的因，那当然就无生死的果嘛。这叫做涅槃嘛，乃是解脱生死之果嘛，也就是真诸苦集嘛，无搁再有三苦八苦啊，厌苦断执无要修道，这是所闻的诸佛为声闻人啊讲这个四谛法嘛。辟支佛在辟劫啊，在这个三种的福田呐、啊，好，我们这一段把它讲一下好了，这一段。三种福田啊，第一个叫做净田，第二个叫做恩田，第三个叫做悲田。所以你怎么种福田呢？第一个，你要尊敬佛法僧三宝，你恭敬三宝，这个就得到了福田。意思是因为恭敬心而得到功德福田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叫做净田。第一种就如何种福田呢？要感恩心，叫做报恩福田啊。比如说，咱过去咱有接受的福庙，噶噶咱照顾，那么福庙若搁较唔对，咱做后生查某囝的人，还是做人的囝婿人，咱爱细声，爱细声，还是讲师长啊，尤其是出世间会师长啊，师父安尼噶咱慈悲啊，说法用尽伊的性命来教啊教。教导的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那么让法身慧命因师长而生，所以啊，我们要感恩心。所以有感恩心的人，他就有福田，就是恩田，恩田是吧？第三呢，就是有能力的人就修悲田，比如说啊，贫苦的人啊，哦，那里面残障的人，我们怜悯生病的人啊，用怜悯心就是悲心呢、啊。啊，我们怜悯贫苦的人、残障的人，我们不要讥笑他，哦，我们不要讥笑他，啊，那莫笑善恰人，啊，莫笑病人，嘛莫笑残废的人，未使只，拢未使只，安尼，啊，要有怜悯的心，啊，我们呢要同情贫穷人，是很可怜的，啊，像书较早，那是善家安尼会惊到，善家惊到。家徒四壁啊，朝不保夕呀、啊，啊，也是安尼讲起，所以讲啊，啊，真可怜，哎，所以讲啊，这个悲田啊，简单讲，你礼敬三宝，你就种了敬田；你感恩父母师长，你就种了恩田；你同情怜悯病者，或者是穷者、残障者，你就是有悲田。也简单讲，你得这三项，你得一当敬的福田。啊，净德福田，广之福田啊，啊福德，果名，肉人有福，这是指独觉精神的人，到因缘成熟，到因缘成熟的时阵，观诸法因缘生灭，无私自我解脱分段生死，果名自救性法。另外一位文佛说十二因缘，以流转幻灭修观。令斩断十二因缘，了生脱死，成就世间最超胜不过之法，故名圆满的圆觉。由缘起成空，成空缘起啊，乃是世出世间最圣妙之法。也是佛法当中所谓圣义体、圣义地、圣义地，亲像十阿含经安尼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则见佛啊。如果你见缘起，缘起，缘起的旁边啊，写一切法不可得。既然是条件所构成的，这个世间就没有一样是真的了。啊，这个条件丧失了，你这个是什么都没有。哎、啊，恁这个钢灯你看，今日拢有，经过一千年、一万年，咱这钢灯本来就无。哦，要未起也无，啊，一万年了嘛无，啊，即马有，一每一秒拢在变化，大地、整个地球都会变化。按怎讲，咱这钢灯未变化，对不对？你见缘起，则见法。所以啊，无一法可得，
啊，没有所谓的生灭，生灭就是起意识性的分别跟执着啊。那么见法则见佛，那见法如果加一个字更清楚，见法性则见佛。如果你悟到一切缘起性空，一切法性如如不动，你就见到法性啊，就见佛。缘起性空是法性，佛是人性，故名性幻。为说因因果者，即是为妄觉见性的众生，开始无明缘行，乃至生缘恼数的十二因缘法，即说一切法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必然法界，令闻者悟入莲花离空，离了脱生死呀。一三三，佛子有三。佛祖有三啊，讲菩萨是真主，菩萨伊要接的衣钵嘛。理性是树子，树子的是妾所生的儿子，就是姨太太所生的儿子，叫做树子。凡夫呢是外子，所谓外子呢，不是指先生呢，就是说离我们很远呐、啊。关系不亲密呐，那就卖来讲个讲好这客囝，哎，客囝啊，客囝哦，没有血统的任何关系，客囝。讲若有佛祖，这是指菩萨，真啊，真主安尼讲，受种种的行，这是指菩萨六道万行，求无上慧，也就是求无上的菩提。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感情，为说正道者，离得五菩提，二道、般若道、方便道。哎，我们在前面有谈过啊，二道方般若道、方便道。啊，五菩提呢？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无上菩提。发心、福心、明心、出道无上，前面有想过啊，是无上菩提之清净道啊，含摄六道万行一切幸福的诸念啊，那么行咯，一定要准备一挂诸念，念说即界定慧三无漏学，名为净道，这是三乘所讲净道，讲说。即无量波罗蜜，名为净道。这是大乘不共净道，由声闻、口体为关门，缘觉以集体为关门，菩萨以道体为关门。五言为说净道，要离言字，由自心清净发起所生之道，名为净道。后一半正正身问意啊，就开始啊啊，这个身展示这个问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结头前啊啊，来三心后边之俗见闻觉受啊，就是啊见到佛啊，远方的佛入境，也佛经佛的说法，听法就闻所说法，所有的三宝的化身的代志，就是说法听法的代志。及千亿事种种，只要三宝的代志，如是众多啊！这是后边讲菩萨修行，当然六道万行太济啊，所以积数非一，过万千亿。如是众多金刚涅槃，是升起后问菩萨修行之事。一三四，我见彼土行沙菩萨啦，种种因缘。立即佛道，这是一个具诵啊，是宗门菩萨求道的因缘呐，也就是啊，重诵长行，搁再一拜啊，所见菩萨种种的因缘，以下是分别问所见菩萨修六波罗蜜。哎，我见彼土有真济菩萨，啊，种种的因缘拢在求佛道。啊，因为无佛道，这世间呢就无什么意义啊。
就食较好嘛死啊，穿较好嘛死啊，食较歹嘛死，穿较歹嘛死，但拢到尾拢死啦，也就无啥物意义啊。哦，啊，到最后佛陀这个觉性啊，完成咱的发心慧命，真正生命是智慧之命啊。所以啊，看到真侪菩萨咧修六波罗蜜，就是安尼。啊，这个是重诵，搁再一拜啊，重诵什么？长行文所见的种种的相貌，以及种种境界，菩萨修行六道。大概有三个阶段，啊，见道位以前叫第一大劫，啊，就是一行当中未修一行啊，啊，这是站在一个原教的啊角度来说啊，一行啊，比如说哦，我行布施之道，哎，我行布施之道，哎，就是未修一行，我或者说我求持戒，啊，持戒就是持戒嘛，啊，哎，非次第修六度。啊，没有什么，没有所谓的修次第，就专修某一种行，那就专修七戒，哦，这七戒清净，那也专修布施，并不是处地修六道，这叫做种种性戒行。因为初地就完教的初住，到七地满第二大劫，意思是啊，在一行当中修一切行，什么一切？一行当中，比如讲布施。伊布施不但布施，而且佮心地不起心动念，佮是乞丐。啊，伊布施佮用智慧的布施，伊布施当中心无断地，佮是禅定。所以，一行当中修一切行。啊，乞丐，伊乞丐了，内心充满了慈悲，一切福田的不离方寸嘛。啊，伊用破戒智慧的乞丐，伊用禅定的力量的乞丐，啊，伊用精进的力量的乞丐，乞丐。一个角度，伊就包括六度，叫做一行当中修一切行，是处地修六波罗蜜，处地啊，不是世界人入精进禅定般若啊。那为八地到十地满第三阿僧，第三阿僧期间呢，以一行一切行当中修一切行，这一切行当中修一切行呢，啊，这款呢是出纯无漏修啦。顺不了修一行当中啊，修一切行啊，啊，一切行当中修一切行，就是啊，布施的话，同时记住六度啊，任何一度都记住六度，这纯无漏修，纯无漏修，本性是相通的吗？本性是相通的吗？用本性去布施，这个本性就通达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用本性持戒的话，这个本性就通达的布施以及禅定、般若、精进，通通记住啊。用本性去禅定，那么所有的不施、持戒、忍辱，通通是本性的东西。其实这个都是见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跟徒弟告诉徒弟，见性是很重要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当你见性的时候，你见到一切世间，就如《金刚经》所讲的，对不对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得看的都不实在的东西啊！一见到任何的执着，通通没有。而且充满着悲心呐、啊，而且给门家利息的执着什么，笑死人了，对不对？啊，我嘛在讲啊，这个讲堂这是因缘生因缘灭，但是我做主持啊、哦，那么我都爱喝喝过着常住的钱，我应该怎么来做啊？比如说使他的钱又更多，来建设我们内门乡，而且讲建设我们花莲的道场，如何来栽培我们这个身材？哦，等我们是一个主持，也好好的保。那个保护这个十方常住的钱，哎，十方常住的钱，所以就看角度来讲，虽然是假象，但是我们要尽份啊，做咱该做的工课，那你工作是什么啊？是不坏事项，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哎，一个解脱的人不能离开他的任务，一定的东西，一个解脱的人绝对不能离开他的任务是什么啊？那边啊，所以啊啊，这纯无漏啊，一切行中修一切行，是纯无漏修。后边两个大劫啊，是为种种的相貌。十地经来讲，初地行坦，坦就是布施啊；乃至十地修十波罗蜜，坦就是所谓的坦诺，就是所谓的布施。初地是行布施道，那么十地呢，就修十个波罗蜜，十种波罗蜜。以一道中随力随分，非不修习，
所以故处相貌就是十地所修，有处地故行功德故，行啥的行何啥啊？就是两点的解释啊。翻译叫做克切河啊，中国叫做恒河，是印度河川的主干。啊，远处大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当流啊，当然流经中印度，入入印度洋，也长1680公里。沿河人口真济，物质最丰富，文化上发达啊，所以佛啊，拢举这个恒河沙来做比如，用这个比如数量之济啊，令文者意解。而且印度的人称这个河叫做福河，河中的水叫福水，用水来洗身躯，凌霄罪状啊！所以因为就是罪状消了太济，所以规个印度河都是堆罪状，乌啊会出汁啊！安尼垃圾啊，袂讲一个死人的骨头啊，诶，啥物啦洗身躯啦，拢总伫内面啦。遐鱼虾水族可能早就消了去啊啦，鱼虾水族刚刚嘛生活伫个恒河沙的内面。啊，这个我们佛教讲的这叫迷信啊，迷信啊。死后升天，回来的顺从这个世俗哦，也常常讲啊，恒河沙，恒河沙安尼。135，看到佛放光了，照着东方18000的佛国度，看到他方国度拢咧行佛事哦，拢咧做这个三宝的工课哦，做啥物呢？第一，看到波斯波罗蜜。安尼，为啥无说个看出去？有看到波斯波罗蜜，看到啥物呢？黑有行尸，行波斯，即嘛是讲指他方世界咯。看出去他方世界，有看到他方世界在做什么？做什么工作？行布施之道。金银算额啊，金珠摩尼啊，摩尼波珠啊，哈，金珠摩尼波珠啊，恰古玛瑙。金光主丁啊，金光主丁，奴婢车胜，哎，奴婢车胜，宝氏年余，这个念念呢一安念三生念，念是什么意思呢？啊，念就是所谓的啊，这个推啊，就是用人力拉的这个车子就是念，哎，那么以前呢、啊？卡扎拢是红地的车啊，红地的车车。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车子啊，用人力这样拉啊。其实我们以前都用马了哈，用马。那么舆呢，就是轿子，哎，刚刚讲的褒姒啊，这个年舆，褒姒年舆的是讲啊，这个奴婢呀、啊，就还有在旁边跟着走，很多的车子呢，红地被出去嘛弄啊嘞，是吧？哎。宝是哦，就宝贝年余，包括一些车子啊、轿子啦、啊，那欢喜的施舍，欢喜施舍了，那回向佛道，愿得实现。三界第一诸佛所赞叹，也有菩萨数马波车，数马波车，哎，卡嚓一边哦，一只车，拢四只马，四匹马波车。栏笋花盖啊，笋就是栏杆上的横木啊，栏杆上的横木啊，啊，宣示布施啊，哎，宣示布施，哎，那么这是装饰的啊。那么等一下后面都会讲的啊。福建菩萨心把手掌啊，急车主布施啊，救不上道。又见菩萨啊，头、目、身体。哇，心乐是意啊，救佛的智慧。善恶三生在一代侵害当中，得群体相结啊，啊、哦，就是集合很大的一个体啊，就是群体相结啊，都是这个体、这个盖、这个盖、这个拢连掉的哈。前树之状啊，那来看个珊瑚，珊瑚是动物嘛啊，珊瑚是动物嘛哈、啊，它是会活的，会活命的，只是不方便移动而已。珊瑚呢，碎的时候呢，凝结成一固体啊，里面含有石灰质。哎，所以你来看啊，珊瑚本来就是软软的啊，嫩啊嘞，嘿，嫩啊，到尾啊，哎，一直拖，一直搓着，一直循环哈、哦，啊，种种的变化啊，到尾啊，死掉以后，哎，就变成啊，这个坚硬的东西，那是珊瑚。所以珊瑚是应该说是一种动物了啊、哦。
成树之状，其色红赤，一色是红，这是动物啊。摩尼就是如意珠，车菊呢，海中的大贝，青白干色，一下子青，一下子白等等，状如车菊。车菊就是人工啊，所恶的这个水道。金光就是金光蕉啊，中国的嘛是，较早读过金光蕉，今嘛讲或者钻蕉啦。鲶鱼这个念鱼，一个是车子，一个是轿子，还是千叶这个或者念拽或者是念叶，千叶脱颖而行的车子，就是鲶。尖鹤而行之叫，叫做鱼。栏笋就是车上的栏杆那么这个两个字互相调换横则就是笋，竖则那么所谓的栏就是上面那个字，栏跟这个笋呢应该是互相调换互相调换才对。横则叫做笋，竖则那么叫做栏。花改就是以鲜花结成这个宝改，有这个印度啊，真多人呢，拢是这个摕这个伞盖，用这个花来给装饰，古名叫做花盖。那么宣示呢，士大夫就是大官，所坐车就是宣，有个七宝装饰，这个车盆叫做宣示。这是描写所见的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初世上用这个金宝、车马、罗比等行施这是属于外在施。那么第二种上以身体头目行施，这是属于内在施以身目手足跟这个车子行施这是属于内外施。总共这个一切行乐来施意无这个吝惜不兼贪也就是不见有吝惜之恶回向佛道，也就是不见有受布施的人求无上道，也就是无求报之心求佛的智慧就三轮体空嘛，也无助的信心理想的布施，这叫做布施波罗蜜。根据唯识是这样讲，具足七业修方成道相要含有七种才能讲度，度就是超越我们一定要有所七种才有办法超越它，所谓的波罗蜜度第一个要安住，安住就无所住了一直我所谓的一直就是说心呢能够止住在这个如来藏清净心里面，而且欢喜或者是事业或者是巧辩或者是相清净怎么样度，然后成此由期这些行一直去安住依止意乐要事业事业欢喜心比如说你布施你安住空心依止清净的本性那个要布施个真欢喜事业当做这个叫做是自己的事情布施的很善巧方便，而且趋向于第一地的清净心，多行有出有出切，这七行搞起来才可以说布施度的圆满。送这个上中，但是基这个回向佛道，其他的六种呢准持可知，按照这个可的，既是菩萨，一定要安住菩萨众生，以及无上的大菩提心。欢喜布施就是意乐，种种的布施就是属业我每天都在布施，每天施这个施那个，三轮贴空就是卡边清净。第二叫做七界波罗蜜，讲文殊师利呢，我见诸王王以佛所蒙无上道，便下落土落土就不是净土这个骆驼不是净土的意思，这骆驼就是国王以自己的江山为乐，叫做乐土便舍自己所享受的这些东西恭敬心切，
剃剃梳发须发啊，这些啊，这个头发啊、胡须啊等等，而披发服。哎，啊，所以啊，公文叔叔哩，我看到什么呢？啊，我看到朱翁啊，就回来个开始，我看到朱翁安怎？翁以佛所啊，蒙这个武松的啊，就贬下这个骆驼。哦，我宫殿行窃吧，啊，那么马上啊，放弃这国王所享受的物件，安怎剃头出家啊？披法服，法服就是袈裟啦。下面讲骆驼，就帝王所管辖受禄之国土，亲像顺治师安尼讲，我为大地山河主啊，犹如老皮啊，这个老皮翁对这明太祖安尼讲。江山万岁，哎，江山万岁！我们呢，这个众生呢，都不会讲实话啊，哎，这皇帝都会叫我们说谎话啊，都会叫我们说谎话，哎，为什么每天都在说谎话，每天都在说谎话啊？小李家阿扎，你有没有去问万岁爷啊？哎，禀报千岁娘娘，我已经去过了，你看，哎。皇上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会感觉这公道伤过济，那多一个外超过一百岁，对不对？你何里食这个身体真好诶啊？什么丸，什么补心丸，还是补什么丸？敢都发到活到一百岁，对不对？啊，千岁娘娘哦，红蝶般飞，哎，啊，怎么娘娘的千岁，对不对？啊、你看都是这样一种尊称呐 啊，但是其实。那多一个活到一百岁，七十岁就像老太婆的八十、九十，你活到八十岁就真难啊！再来讲，就是指国家含入国土、人民主权等啊，法服的出家人所披的袈裟啊，中国叫做幻舍服，分作三种衣：第安托会，啊，就是五条衣啊，下面内衣五条衣啊。那么是出家人经常披的，叫做作物衣啊。其实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子。这个所指的是指佛陀在世，就是现在所谓的南传。那么南传现在的衣也没有这样子的。那么有时候剩下啊，我们三衣是只有中国大圣佛法有三衣啊，小圣他没有三衣，对不对？今年啊，没得能量呢，对不对啊？那么大圣中国的三衣又不是佛陀在世的三衣。哦，这是咱中国人啊，家己发明的。这个三衣啊，这个袈裟是咱中国人发明的。佛在世根本都唔是安尼，啊，佛在世就是披像咱啊法师黑安尼，对不对？哦，啊、那么你去泰国看，泰国也没有所谓的三衣，只有一衣，一领披掉的。啊，所以啊，他们也说啊，这个佛法还是中国啊比较具足，但是呢，中国的所披的袈裟又不是佛在世的袈裟。第二，玉多罗僧就是七条衣，也名叫做上衣，就是立正、上经、坐禅啊，经行就是走动啊，时阵披的也名立正衣啊，所以一个是坐衣、坐物要做功课，一种是立大众要供修用的啊，入众就是要供修用的啊。第三呢，说法要用的深切理啊，就是高条衣，也名大衣。是突破缺失说法兴化一身披的出家修持教戒，那必须要三衣具足，这是应法之福，故名法福啊。初见菩萨啊，修行持戒般若蜜，得到佛在世时也难无啊。虽为国王不贪色乐，也只是往见佛梦到。无上菩提心，因此下这个家去这个国，断爱绝欲啊，尊佛如己啊，剃剃梳发，为地贪爱，披着法服，立作沙门啊。这就是灵池菩萨境界之上，菩萨界有三种的，如意界就是七种所修啊，第二显法界就是五行所修一切显法啊，那么第三呢？啊，饶益有情界，也就是以三业利益有情之万幸。上安尼讲啊，上中安尼讲，
是如意界，这是根本；若是破如意界，三种的古性，亲像弥陀因地法种比丘舍弃这个啊弃国捐王啊，舍弃这个国王，你做这个沙门呐、啊，啊沙门如意立处净土显法，普度众生的是教育啊，乃是持菩萨戒波罗蜜的。第三呢，你念着波罗蜜。我迄间菩萨离作比丘啊，独处闲静啊，哦，就喜欢静处啊，乐享经典，行念有三啊，离作比丘，比丘名叫做乞叟，哎，就是看到他方世界就是安尼啊，嘛是照常参咱这世界同款安尼，行这个念六道啊，安修苦忍啊，家己啊啊独处。啊，闲静自己住，保持这个心清净，你无什么欲望啊。以人无真啊，你乃当做这些的真困惑啊。这四个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就是不愿意去做。以人无真做得出来吗？做得出来，那就是这只嘴巴的点点嘛，那没有什么事啊。真都是从口业开始的，你争什么呢？啊，若依恶人恶受啊，对了。派人恶修啊，忍耐无亲啊，就成忍。六上经典讲言佛法，思维法义，是为体察法忍啊，是名第一二忍。能力一切忍，是名忍着波罗蜜，这是精进波罗蜜。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一深山思维佛道啊，讲处见菩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因为求佛道呢。发起这个明来打击啊，要欲你这个深山带了这岩穴啊，带了深山来啊，思维实相，思维这个啊无相无不相的这个实相，而且念念不休，念念不休就是常提正见，常常提起正见，这个修行就是很重要的。你常常提起正见，你就会哎汇入这个啊自信的东西。你不常常提起正见，你一下就被烦恼所缚。啊，那那烦恼可以赶快观照，所有观照都契入实相的道理，所以观照其实没有能所，哎，其实没有能所，所以念念不休。这是披甲，披甲就像打仗一样，披这个铠甲精进呢，跟烈先精进，以披甲立这个顶接甲呢，啊，是用命做披露，精进有五种，披甲精进加行。加行啊，加行就是加一层力量啊，叫加行。无下也绝对啊，不比人差啊，绝对心啊，绝对啊，一直往上。哎，对过来的无退，绝对不退转；无足，绝对不会知足。哎，就是感觉啊，一定要好好的精进。哎，后四摄啊，属于摄善。哎，就是、一直。用功，用功到究竟圆满，不会中途停顿。无主有方便明，就是怎么样子啊、加行正静的不主轻，也不轻灵，就是无下。自己呀 不自轻，也是不啊，就是说、不会自己轻视自己，也不会轻视众生。那么不生喜足，无退，那、就是不退了。啊，心求厚厚圣品功德，名叫无主。简单讲，就是不满足，我就拼命啊，拼命啊！后边一经立后啊，合起来名叫做勇命精进呐、啊，进入释迦太子的雪山苦恨之类的。第二个就禅定波罗蜜，又见离欲，离欲。那么这个是修行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啊。常住空闲，人啊，等待自己的独处。啊，深修禅定啊，得五神通。注意，这个得五神通，那只是视线的，因为啊，这个为这个第六神通是漏尽了、啊，让于佛。啊，其实这个禅定波罗蜜啊，啊是五神通，其实、啊、这个其实都是具足，只是视线而已。意思就是说啊，佛是六通具足，那、我们菩萨还在修，把这个漏尽通啊让给佛，谦虚，所以才讲五神通。你要不然五神通变成外道，变成凡夫了，其实不是。又见菩萨安详合掌啊，以千万故赞叹这个法王。佛陀啊，
真的是让我们赞叹啊。初啊，初见菩萨修行禅定，禅定道理欲就是修根本禅，根本禅。我离色声香味触五欲之境界，处于空闲，外作诸缘以修禅定，深修者为浅入深啊，生得初禅。处定未深，敢若超过这个欲界故，搁再再三啊，搁再修这个二禅、三禅、四禅，转转入深啊，因此发这个五种神通：天眼通、天理通、他心通、寿命通、神足通啊。这个字拿错了，不是神境，而是神足通啊。没有漏尽通，也搁有生死啊。未出三界，当然这叫做世间禅嘛。因为菩萨呢，不以世间禅为教。由于不知啊，智慧修这个出世间的禅禅禅嘛，动静一如啊，一面禅定啊，一面合掌赞佛，随境随这个境界会当定，不起禅定，现诸威仪，亲像修楞严三昧、念佛三昧。中国的祖师禅就是安尼。禅有三种：第一，现现法乐禅，内心寂静啊，就是现法乐禅，就是现在啊。那么你希望啊得到一些法，然后得到一些内心里面的喜悦啊，那么它当然就是才有禅定的功夫了，这内心的寂静。第二的出生功德，什么是出生功德啊？能够出生事无量或者是五神通。第三呢，一旦利益众生禅，你这想一旦利益众生的能度众生故。初中只是出生功德禅，出生功德禅。修行明修四禅法通，大乘的明一切禅定皆能法通啊。四行菩萨刚才得五通啊，别到七祖以上菩萨就得到六通。有菩萨虽得见思流尽啊，离流惑任身，拢是现这个凡夫在见性。流尽通呢？只是为让一佛啊，所以讲这个五神通。第六，破戒波罗蜜，福建菩萨，地清寂果，地会真清嘛，意志真坚固。临门诸佛，闻色受持啊，讲初见菩萨修行，破戒道啊，破戒道，地清者，慧穷离本呐。智慧啊，可以穷尽呢、啊？怎么样？这个真理、啊、就是无生之本，慧穷离本，就是这个智慧可以穷尽一切的啊。佛陀的无生之理，这个根本，妙我实相，跟我的实相，二智以得，二智根本智，厚德智，二谛融通也，智故啊，普贤行观，虚空无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心意意业不有疲厌啊，哪一个能够敢发这个愿呢？吓死人啊！这种之中般若的智慧啊，那种意志的坚定啊，既有大地灵清转法轮，有灵相随佛法，果灵闻诸佛菩萨所修行事，闻病灵持，闻病灵持。第七，再问布施道。有见佛祖定慧其种，以无量的譬如微种刚法，即嘛布施这个法，布施这个法，他都布施这个金钱啊、车胜啊、妻妾等等、国臣等等，即嘛布施这个法，行六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将啊，立即发果。菩萨既能定慧其种啊，即内心啊。集的上教，教的上集的性德，这外口有变不改变财的修德，所以一旦欢喜做布施，要布施嘛，就爱有能力啊，爱会晓说法啦、啊。用种种因缘的，譬如为众生讲说三性一性的佛法，化诸菩萨下款出世啦、啊，下离开这个方便，入这个实相的道理，化诸离性回修向大，化诸魔障断恶修善，立即发果者。啊，化诸人天啊，清明开悟，清明开觉，菩萨所修布施多
啊，头前见的是属于财布施，搁再问是属于法布施啊。因为菩萨说法，令人得到正地、正确的智慧，那么就破烦恼魔；就令人得发心果，就破五蕴魔；令人得到三昧果，就破天魔；令人得到道果果，就破四魔。那今天拢无到投票，就是四魔，所以就破魔兵将，杂障中。佛说魔君有十种，都十种是咱的魔呢。这十种若砍掉的哦，你就变伊未开，伊就歹修行。第欲，这个欲就指这个男女跟饮食男女跟饮食。第一个就是欲，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欲望啊。在这世间啊，都是咧无法度，都第一股你都无法度啊。第一个字你就没办法了，欲望你就没办法了，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忧愁，忧愁几天啊，面就裂开，因为四十岁头髪就白，面就裂开，抹粉抹袂掉，查甫的甲一条内裤带看见，那做工呢，翕一道相起来白嘞，哎呦。啊、这是什么人？这是你阿公的？不是啊，那是我老公，不是阿公。哇，你老公才四十岁老之前的，就熬忧愁啊，熬忧愁啊。面还一个黄粉，头上还一个白，看起来哦，哪做工的？忧愁啊，正经啊，忧愁。顶摆一个阿婆，安尼来，这个，我唔知呀，我是迄天是对真歹势。这个翁是有够少年，看起来是看无。老查某人，其实看起来就差距就真大。这翁我唔知哪过完了，真少年，我看起来差距真大。后生哦，安尼看咧，来就讲佛法啊，对，就是因翁啦。讲这个佛法，我讲真好真好，安尼这个晓真好，讲这个正法，我听落音大呢，啊，头你就无介绍啊，我唔知呀。我伊搭买啊，伊落去楼卡吼，本来咧客厅落去楼卡，落来楼卡食。伊讲要落功德箱，我讲功德箱伫个楼卡，你落去啊，安尼啊。我就问这个太太啊，我就讲，你呢后生真有千金呢？伊讲，迄阮翁呢？哎呦，后摆吼就先问个清楚，正经个。迄摆我真正讲唔对，真歹势。迄恁翁哦。哇，这真歹势，真歹啊！太太，这真歹势，真歹势。我无心的，我唔是钓鱼过的哈，我唔是钓鱼过的啊。伊买一个，摕行起来看卖。我敢会遮老的？所以这个忧愁很可怕，很可怕。过来饥渴啊！你一个人来枵，你都唔免，你都唔免修行啊！你像些巴西呀 有一些中南美洲。去散车，食什么肉？你敢知？食人肉，那半报纸，食人肉，那医院丢出来的尸体啊！医院丢出来的尸体，在巴西啊，便宜，什么为人死啊，往生去哦，还是生产哦，还是生产，生产掉囡仔死哦，安尼哦，就拼出来，拼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啊！这个巴西的人呢，那边有三四百户，而且想上个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只有什么捡破烂。你捡破烂，你得安尼捡，啊捡，安怎？没有门当家，无门家人家，得捡死人，卡腿啊，手啊，就是这样吃，没办法呢。看到那篇文章，你会感觉真奇怪，但是在因来讲是真正常。他们告诉记者说，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太饿了，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读书，不能没有赚钱又没有能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假狼呢，假西狼怎么样？西狼啊，正经的就我看了报纸所以师父的为什么订订报纸啊，看看这个世界新闻报道啊，或者是看看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爱把这个现在的资讯，世界的资讯呢，传达每一个佛的弟子，用我们现代化的观念来做观照，来做修行所以要多学要增长智慧增长广学多闻是吧？第四个就是爱
哦，爱这个就难了。爱就是执的意思，贪的意思，贪爱的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办法的，有办法的，哎，有办法的。所以说，哎呀，这个人真现实，不现实的举手。你不现实的举手。哪里？你现在要吃饭，你不现实。你说师父要度众生，你没有钱，你怎么度众生？你不建讲堂，你怎么度众生？你给我度众生，我要印经典，那你要印经典，你印几千万，赠送录音带贵几千万，没生计，对不对？你要度众生，你没有钱，你怎么度啊？对不对？算不起来呢啊。所以说啊，当然有的用行为度了啊，有的用金钱嘛，是不是？这个贪爱是随个人的了啊。睡眠啊，就问自己良心啊，问自己良心，睡眠就一大障碍。过来部位恐惧感啊，患得患失啊，患得患失。第七个，那就最可怕的疑毒，怀疑是一种毒，很可怕的一种心病啊。一起笑啊，怀疑夫妻的不和。怀疑对师父就没有信心，怀疑就不能修行啊！对佛陀所讲的法没有信心就怀疑，疑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毒。我希望诸位啊，把那个感这个感觉感性啊单纯化。你要记住啊，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享受现在，我享受现在的生命。第八，名利，名利是断头的慧见呐、啊，名跟利啊，得告。至高，哎，自己感觉真伟大呀！啊，至高，啊，过来轻慢彼，啊，轻慢对方，哎，轻慢对方，是吧？这十种呢，汝等均如是，一切无能破，也不然我都变给这十种的可怕。过来，烦恼的地儿，我智见定力啊，定刀啊，我的智慧的剑呢、啊，定了这个刀，那么吹呸。平头水，呸呀、啊，就是没有烧过的陶器，哎、呸，就是没有烧过的陶器，就是不堪呢、啊，啊，一雨呀、啊，一淋雨，就都呼去啊，啊，那些较早拢做碗啊，做种种的瓶子啊，都要经过烧嘛，要烧过的陶器嘛，那么没有烧做好的模型还没有烧，叫做呸，那么一这个呸瓶啊，一投进水就扬去啊，无够力了。我们这个修行就是这样子，我们修行就是这样子的。哎，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是碰到境界就动不了，就波头轻的倒啊。楞严经中用五音各具足十模，拢总是五十模。菩萨定慧具足，说一心一心是相法，即灵破十模根观呐啊，甲五十音模，就观心来讲，空观啊定道，机观啊慧道，中观即定。啊，定就是定慧啊，空观破这个烦恼魔，假观破这个色魔，中观就破这个心魔，以及一切魔，一切魔。好，我们呢已经多讲了啊七分钟啊，对不起大家啊，到一个段落。好，下课了。